我是一个对吃很有要求的人，好吃是必须的，环境得舒服吧，服务得好，不能爱搭不理，也不能过于热情。 They have to know what I want。 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真的不要来打搅我。 It's impolite。 得有眼力劲，找个好餐厅太难了，获取餐厅信息的渠道太多了，筛选起来太麻烦。有时候我们通过各种渠道精挑细选一家餐厅，可是到那儿一看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就会特别崩溃。带朋友去的时候特别没面子，所以我们要做的卫食精品餐厅指南，就是让和我们有一样困惑的人快速精准地找到适合自己的餐厅。我们会去试吃体验，匿名的选出真正的精品餐厅推荐给大家。它可以是奢华的，也可以是小而美的。有些餐厅适合宴请，有些餐厅适合情侣约会，每家餐厅都要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。当然前提还是要好吃。视频可以给人以最直观的感受，我们不仅会呈现菜品最终的样子，还会展示一道菜到底是怎么做的。每个餐厅都有它自己的故事，每道菜都是有灵魂的。环境、菜品和服务三方面的完美结合，才能把吃变成一种享受。我们帮你去找精品餐厅，我们帮你去谈独家特权，我们帮你还原美食真相。你只要负责享受美食就够了。